水、雪包，然后这边还得搁两个小鸟，几分之几吧，三分之一，差不多吧。树压弯了吗？这不就这样下来的吗？这个好看，一笔下来了啊。这个第一笔好说。哎呀，上角的没事。还行吗？没有，不好意思，要是凳子搁这儿吧。不用，凳子没有那个感觉。学徒的这不错呀。来，开始往下垂了，低头了，然后有些小包包。第二遍是带小包包的了啊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往上找雪包，这雪包你想要多少多大的都可以啊。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怎么滴这个水滴，这个笔呀、你看蘸完之后你横着拿它不滴，你竖着它就滴，看着了吧，哎，就这个状态，刮一刮，横着拿不滴，过来了啊，竖起来贴着它啊，保证啥呢？纸要平，中间不能有包，下边不能有磁扣，这磁扣搁这儿，滴到这儿坏了，拐弯了啊！一定下边不有磁扣，然后纸要平，立起来，要滴了贴上去，就这么好找。早了不行，晚了还不行，一看滴了马上去贴，你贴太早了就这样，一大块也下不来。哎，这个正好一个细的一个水滴，这是最好的啊。来，再来一个，看，这不横着不低吗？在这个包再来一个，立起来，哎呀，早了，晚了，拐弯了，没事，有风吹的。能吃我是不是摘去啊？切切切，太直了也不好，这样行。有风吹的，自然。对，自然。哎，这就好，这就很好啊！这主要是端盘子没端好，还不到，换个小伙上去。再来啊！我看这事儿行。哎，这就慢了哈，就这样了。还有一招啥呢？你看不行了，我捏，哎，回远道了怎么？哈哈哈哈哈！要鼓起来，没事，行，重复了，这个啊，这么说，找原因有点区别，不是，重复了，就是嘛，有点长，对，你们外不是顺着滴一个一流，滴一个又接着滴一个，但是都是自然形成的，有没有这样的？也有，对，也好看，这也是反水是吧？对，反水，嗯，你看它滴一个，然后我们来下一笔，我就不画了，你们就练习啊，就这样，嗯，下一笔。该咋画咋画，又压半笔啊，稍微重一点，这怎么感觉这么淡呢？不淡了，是因为虚了。沾的墨少。怎么回事？不得劲，是因为你录我就不录了。你看你在这儿，你们来，让大姐上去。来试。